家里吃不完的土豆可千万别丢了。土豆切丁，过一下清水，一定要多洗几遍，洗去表面的淀粉。锅底一层薄油，先把土豆炒软，淀粉稍微多一点，这样炸的时候不容易散。揪一坨虾泥，把芝士包在中间，再用土豆泥包起来，整理一下，捏成一口一个的大小。油温八成热，下锅炸。再来做一杯好喝的，把柚子捣出汁水，加入满杯的冰块，倒入气泡水，最后来一点养乐多。土豆也炸好啦，看看这金灿灿的外皮，一定要来点番茄酱，土豆番茄可真是绝配。金黄酥脆的外皮里面一共有三种口感，软糯的土豆， Q 弹的虾滑，还有流心的芝士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